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2月4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作和答疑。老师，今天实作的部分，我们就放腹部的舒缓示范和讲解。老师，您说腹部舒缓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是可以治胃病，但是大家拍给张医师看的，做给老师看的都不是很正确，所以老师您再讲解一下，我就把您这段影片再播放一下。这个会动吗？有点，这里有一点啊。我在按是比较它有硬，一点是跟吗？我对抗，对，那我就感受到它这里怪怪的。哦，我只能这样，但是我不能以我为主，因为原始点是以病为实，所以我问这个是不是痛？如果他说不是痛，那就 OK。哎，所以这里是他刚刚有稍微跟我对抗，啊，因为我的手柔软。照理它也应该是柔软哦，像这个都很柔软，那我就知道它应该这些都不是问题。所以患者本身他给你按的时候，也应该是放松的，他有痛点他会对抗或会跟你讲，啊，你一定要深入，包括涂姜粉你也是这样急救才有办法救。你别看这个手法，那将来急救。我跟各位讲哦，有一个腹水也是这样，他给我们推，我们都是这样，哦，他推姜粉，你都是这样。我的推法是刚好相反，我把它推进去，哎，他就肚皮就感觉没有那么绷紧，就是直接沉下去，然后这样他就有感受。这也是感觉有一点，有一点哦，这个真的很明显的。如果你感觉它本来应该松的，变突然间变硬，那这个应该说不定就是痛点。但你为了确定，还是要问患者。他这里就没有了。这里也还好哈。没有。对，是，这个都蛮松软，你应该是这里，这里还放，再过来一点，再往外面一点，对，这里有一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哈、哦，会刺激到这里，真的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他的体相，毫无疑问，因为他，你看同样力量，整个都没有痛点，也没有跟我强烈反应，但到这里他就很明显的来跟我对抗。那这个再问他，他说：“哎，真的有不舒服啊？”那这个就是体相，平常他这里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你这里没有问题，那这个就是他的体相。所以我说，患处体相，有时候从患处直接找更直接。哦，你这个也是蛮高的，是高位。刚刚按的力度应该都没有什么大。对，他们说有时候按了，他就知道要深层，他这个才能急救，对，你才能按到体相，就像我们按推，哎呀，不能只有在表层。对，那我刚刚太浅了。对，你一定要被按过，你才会感受到。
那如果没有体香，像你这样整个是松软的，哦，我可以感觉，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，那这样是舒服的，对，很舒服，等于在帮你舒缓，那这个就是舒缓，我们真正的舒缓原来是可以应用到这样。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他们好几个都说有，这里比较容易痛。那你还不错，都没有痛点。那怎样？整个腹部都按到，舒服是吧？舒服舒服，哇，很舒服。曾经你来试，因为这个力度真的是要试，要练，真的要练。一定要练。对，然后才能马上感受。我今这几天都在剪辑你的影片，好像觉得很简单。不容易、啊。真是不容易、啊。嗯，其实还带有一点劲。对，我现在然后还要调劲。对，挺有劲的。哦，这样太重了。这样 OK， 这样比较好玩。对，但是有一点味道。对，就是要老师是有力，然后才柔。陈经理，你要垂直，先垂直下去，不要先往外，往外力量就稍微很轻柔的往下，然后再往外勾。下垂，你少了那个往下的力量。垂直下去，垂直，然后自然会往外这样子，对。力度呢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你是压的比较多，但是做很顺。对对，这样下去。对，我有看到，就是这样。有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那个稍微变化就不错。所以真的要练习。好，手没声音。是有痛的对吧？有，力量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下面，就对，这里哪里要改进？可以，不错，你只有那个手就有放松，没有症状，你就用一般力量来测试。就是一个诊断跟治疗，但他如果有疾病，你背后也按没有效，那你要再换处找体香又没有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他处没有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怎么样，稍微深层一点，有没有？那同样换处也是一样的理论，那你这时候他因为有症状又找不出来，那我们再换处是不是稍微再用力一点，说不定就找出来，跟我们他处一样。我这样讲解你们理解了吧？那如果是胃病的话，就不能这样哦。胃病你不能，他没有症状啊，那你很可能你大力压，那个是不正常的压，变成他的痛就不对了。如何面对就是还没有疾病的时候，原始点强调治胃病，那就是你把体香找出来，然后怎么把热源进去。那他因为他同样力量，所以他的诊断特别准，比仪器可能或是人体的感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痛点已经就可以找出来了。那很明显，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现在我慢慢揉开哈，慢慢进去，你看看，这里很痛，受不了吗？好，就是这一点，其他没有。其他我认为都不严重，就是这一点。
我轻轻碰，他就跟我对抗了。这是患处体伤，患处的痛点。那患处的痛点，你要用从大开关解决，有帮助，但很难从背部渗透到这里。所以你一定还要热源，把它这样按进去。患处体伤就是按推患处体伤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。涂姜粉泥也是在周围，这里都要涂。然后借由按推，把热源推到深层，让热源能够被吸收，转化成热能，它就可以推动深层的组织器官运作，来加速修复体相。你没有揉到深层，热是在表层，所以进不去，就很难修复深层的体相。谢谢老师的示范跟讲解说明。老师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放腹部涂姜粉泥的部分。我们大家涂姜粉泥还是有很多没有注意到，那老师再请您讲解示范一下。我现在就播这段影片。现在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涂腹部的姜粉泥都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几乎看到的都是这样，然后这样敷衍了事，这样，然后我帮你啊，这样干了，好，第一遍再来，这样三遍都在表皮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热没有进去是不能修复皮伤的，所以它有一定的技巧。所以你们等一下这样念没办法，因为没有姜粉泥的情况下，你们就这样念。但是我已经说过，如果有姜粉泥，整个放开来做，哇，这个可舒服。你看没有姜粉泥，我是这样做，你看看你哪个手法你喜欢？我平常是教你们这样，那这样，这个反而不舒服。你看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假戏哦，真做还做不出来，一定要真戏真做，真的就是涂姜粉泥，然后直接。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的功力怎么样完全展现，就是这样。然后你动作一定是这样，它整个放开来，整个搓，然后力量紧紧的贴住，这样很舒服。如果我教你们是这样，你看我就是这样教你们的，但它已经分别出来哦，原来是姜粉泥加上去是差别那么大，对吧？对，放了姜粉泥反而没有那个压迫。对，连那个压迫都没有。对，好，我也做给你看哦，那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，尤其你今天应该会感受最深，因为他们昨天也没有感受到，所以一定不知道那里面其中的滋味。真的，你们今天要这样念，但是因为如果有姜粉泥，你现在就知道应该怎么挥霍了。这样，对，然后整个热，整个就进去了，然后很舒服的，把它均匀的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挥洒，这个才是真正涂姜粉泥，所以不一样。我们可以两边手臂同时做吗？两边，我不稳，一定要一手固定，一手再来，这样。那这样就能够施展出来。第一个还是要固定姜粉泥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有跟没有其实那个感觉是差很多了啊。但是哦，迫于时间有限，我说先让你们感觉，如果没有姜粉泥啊是怎么按法啊，如果有姜粉泥，因为它滑就可以推出去，可以很放开来做，然后身体是轻松，手也轻松，这样下去热也可以深达进去，这个才是我们。要不然我常常问你们说，你们拿姜粉泥去急救，你们怎么救？他说我就这样按啊，就这样啊，他没有放开来做，事实上是可以利用身体整个下去。对，那这个如果涂姜粉效果也不好，因为涩涩的不好推，只有按少了一个推，那个舒服度就不一样。有按有推才舒服，对吧？对对，你如果这样还不够舒服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这样推开来均匀，是不是就更舒服了？对，所以这样的跟我们没有姜粉泥
按法很大差别。你看，我一下子就把整个腹部都怎么样，涂到了，而且也按到，这个更快。一般如果这样的力量，有时候第一遍涂干了之后，它就会感觉热了。但如果你是这样这样哦，磨个两三遍还是不热，热也渗透不进去。你整个腹部我有没有都按到？对，都按到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况且是一离的，没有离开过。对，对，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啊！整个腹部都一直在涂，一直在按推。对，不是像我们刚刚练习的这样，我的整个手法也都变了。然后你们要注意的，手指不能离开。一定也是要贴紧，然后这样按下来绝对没有漏网之鱼，到心窝下，这很自然都可以按到。越来越干涩，好，那开始没有像刚刚那么滑了，嗯，没有感觉哦，对，对，那差不多这个就是快结尾了，第一遍的结尾。那差不多哈，很干涩了之后，开始，我这里还湿湿的，应该这里两手都应该是干的，所以这一手还是有一点湿，我再弄一下。好，快，如果快推不动的时候，开始用拨法。拨的，把这里拨干净。这样舒服吗？嗯。这样拨也蛮舒服，对不 对, 对。这个很舒服，其实也是很舒服。然后就把它拨到干掉。Thank you.
我问你，现在这样舒服？对，舒服。很舒服，对不对？你喜欢多播多播几次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还是有一点点谢，但是不多了哈。大家看一下有没有？啊，这些谢谢，细看还是有一点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再把蟹这样剥干之后，大家都拿一点，来一下，烘干的地道是清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滑，对啊，很滑哎。你的蟹我也把它剥开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肚子舒服哈，好，没事。那我们来看哈，这样一次了哈，你的感觉有没有稍微热热？有，真的呢？有。热在哪里？热在这里。你这里都有感觉热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表皮还是稍微深一点。里面一点点。在里面一点点。对。这是第一遍，到第二遍它会更深入，所以它里面很多的体香。在修复就会加快。我今天示范给各位看，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样做到实际涂姜粉泥的做法有没有变化。有很大的变化哦，整个你整个这样就可以放开来做，它整个都可以涂到，然后力量又可以均匀进去，有没有均匀？有均匀，对不对？对。非常感谢老师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关于腹部的舒缓，还有腹部涂姜粉泥的示范和讲解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张医师答疑的部分。我们今天有六个答疑。你们好，我的酒糟鼻有20年了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不知道原始点是否可以治疗，具体如何治疗？我学习原始点好多年，有病从来不去医院，用原始点就能调理好。多谢原始点团队和张医师对人类做出的无私奉献，请老师答疑。好，我们先来谈酒糟鼻。其实它不管是鼻子颜色变，或是酒糟鼻，也可能是有流鼻涕、鼻塞，也就是简单讲就是鼻子过敏。那对于这些症状，我们原始点第一个，你一定要按推头部大开关。那按推如果不能改善，那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它是属患处体香。那患处体香再从鼻子周围找出压痛点来按推。那按推之后再配合涂姜粉泥，哦，这样也可以改善。甚至现在姜粉直接喷鼻，哦，那个效果非常的好。光就这样就能够解决患处体香的问题，所以我的建议，现在鼻子过敏或是酒糟鼻，你就用我刚刚讲的这些方法处理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老师下一个提问是：体力不佳者只饮用浓姜汤，不饮用红参汤是否可以？请答疑，感恩。这个先从药性来谈，那个姜汤它辛还有一点辣，哦，那属于温热。那至于人参，它比较偏向温而没有热，哦，两者的药性都是，哦，一样有温的作用，但姜更偏向于热，差别在这里。那也就是如果体质比较寒的人，那当然以姜，哦，能够快速补足。那如果他，哦，热人不是那么寒，也就是他体质没有那么寒，热人可以慢慢补充，诶，也许参也可以。那是不是一定要用姜或参？我认为原则上是以姜为主，以姜，因为第一个姜便宜，然后取得容易，哦，这光这一方面我就觉得应该以姜为主。但如果患者，哦，比如对姜的味道
好像也不大喜欢哦，比如有些人不喜欢辣哦，然后也觉得姜太猛了一点哦，他觉得喝生汤反而诶已经可以觉得身体蛮舒服，那这样就不必要强求说一定要以姜为主，甚至以生为主也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原始点它是比较人性化的，也就是所有外内热源也好或按推也好，它都是以患者能接受吸收好，然后病情又可以改善为最高原则。以这样来看，其实生也可以啊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哦，只是说生会比较贵一点，然后如果姜你真的很不喜欢也可以用啊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嗯，好，谢谢老师答应。这个提问是张医师你好，感激你发明原始点，并用大爱之心无私的将如此大道至简的宝贵治疗方法分享于世人。我曾经为了说明家人度过难关搜索解决方案，在 YouTube 上发现了你的视频，就一发不可收拾的认真学习，并支援也恢复了家人的健康，我是原始点的受益者。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，我希望可以支援您更好的推广原始点。经过学习《黄帝内经》五运六气，我创造了一些成果，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。如今我想要把这些版权公式开发成程式，上线给全球的用户服务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健康的疾病预告是可以类似天气预报一样的平台。请问张医师，如果我们用这个平台来介绍原始点，和您合作是否可行？请老师回答。这个问题就是他经过自己的研发，也从中国中医的一些《黄帝内经》然后有一些独到之处，然后来确定已病或未病，可以测定的出来。这个第一个，你要融入原始点，一定要先把原始点读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原始点它本来就是诊疗合一的，而且不需要别人来帮你诊断，你自己就可以诊断。也就是你还想帮患者来诊断，用一个平台来诊断，那这个在我看法已经又落入第二念了。原始点是教患者他病到什么程度，是轻症还是重症，是重症还是重病，然后重病之后他还有分一般的重病，还有显象胰腺到命危，他每个阶段是很叙述很清晰的，然后患者只要把他的症状自己经过原始点的诊疗方法，他只要读熟，那一看自己走到哪个地步，他很清楚啊，不需要别人再来帮他诊断，那这样让患者健康就可以拥有自主权了，不需要假医任何平台。所以你的研发我替你赞叹，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好像要为了就是制作一个标准来测定人有没有病，或他这个病了应该是怎么样现象，没有病又是什么现象。那老实讲，有没有病原始点又讲得很清楚，你有症状就是有病，没有症状就是无病啊，我已经知道了还要测定什么。所以这个已经让患者回归到怎么样自信心，他确定有没有病我自己也知道啊，病到什么程度我也知道，那何来的还要什么仪器来测定呢，还要什么平台来帮他去测定呢？所以我认为真正懂原始点之后，这些都已经迎刃而解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老师下一个提问，
我看了2012年马来西亚原始点讲座，很高兴学习了一部分的原始点的知识，觉得非常有用。其中第11集是论音论韩梁商人的视频缺少了，请问能否给我一个连结下载学习，非常感谢陈老师答案。好，原始点其实已经进入到2024年，已经算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了。而且在2023年，我们香港的演讲也有提到，这是一个突破与创新。那你问的是2012年，那个实在太老的影片了，而且2012年到后来的演变，包括热源直达体香位置这些也没有，然后如何涂姜粉泥，还有手法的应用，包括舒缓，这些你都看不到的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旧有的资料放下吧，别看了，最好看最新的。那最新的就可以让你完全了解原始点的原貌，你不必再从最原始然后弯弯曲曲的路，然后一路读到2024年，这样太累了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以后看到旧有的影片，你自己就先把它全部下放，不要再看了。然后要看就看官网的我们最近直播的一些影片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下一个提问，眼睛近视应该怎么温敷，有没有相对应的视频，请老师答疑。好，眼睛也不要说近视或远视或是什么模糊，反正这些看起来有异样的我们都把它当作症状来处理。那眼睛有症状，当然还是要第一个按推头部原始点，然后按推了如果效果不好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在眼睛周围找出患处痛点。那找出患处痛点，这样应该还不够，如果还要进一步保养让体伤进一步修复的话，最好可以配合涂姜粉泥，也就是你涂姜粉泥可以敷脸或敷眼睛周围，这些找出来的痛点，甚至进一步直接用姜粉直接敷眼，也就是我们视频都有，就是眼睛张开，眼角张开，然后稍微把它拨开了，然后直接用少许的姜粉，有机姜粉咯，直接点进去，然后眼睛自然就会感受到那个辛辣的感觉，然后经过一二十分钟的过程中也会流泪啊种种，那整个眼睛的功能就在进行修复。那这样对眼睛不管什么症状，我认为所有症状不外就是体伤引起嘛，那体伤不外就是他处跟患处，如果我们都能做得到，我相信眼睛的很多疾病，当然包括近视也都是可以调整的，可以修复的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老师下一个提问，原始点医学把原设定为影响身体变化的各种因素，建议能否改为影响体伤热能变化的各种因素，理由这样更能体现原必须通过因才能影响果，因必须借助原才能改变果的逻辑关系，让因缘果的关系更清晰地凸显出来，有利于帮助人们从把缘当因到果为因，而忽略了真正的因的误区里走出来，请老师答疑。好，这个先他问的最主要还是缘的部分，缘会影响因，然后因才会影响到果。好，那他的意思是说，那既然影响身体的各种因素就是属缘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写这些因素影响体伤热能呢？
这个有一个问题，体伤你已经设定了，这个影响它会造成体伤的一定是恶言而非善言。简单讲，也就是他那个恶言就是属伤身治病之言，而非医疗保健之言，这样就不全面了。也就是我们的言，比如说按推热源，那是医疗保健之言啊，可以让身体改善啊，所以这个不能说所有的言都会造成体伤甚至热能不足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伤身，同样伤身治病之恶言，它也是一样，它会让我们的热能不足，甚至加重体伤种种，那这个是恶言，所以不能用这样说。也就是我们身体如果是中性的，那恶言会让我们慢慢导致体伤跟热能不足。但反过来说，善言如医疗保健之言，它反而是让我们体伤可以加速修复，而热能反而可以补足。所以这样来理解反而比较全面跟完善。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们今天的答疑有六个提问就到这里，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内容到这里结束。接下来想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从2月11号开始，我们要播出2024年张医师在香港元旦的讲座系列报道。老师的精彩的内容有原始点医学、疾病与衰老，还有在现场的教学，还有现场的答疑，包括各团队的介绍，以及后面的手法培训等等，这些我们都会陆续在直播内容里面播出。没有参加讲座的，还有也没有报上封闭培训的，都可以借着直播的播出可以看到这些精彩的内容。好，那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。